在屏东，最近发生暗时有阿比亚行伫路中，差一挂海滨将就出车祸了。警方提醒家庭，其实新妇那是妨碍交通，会当罚主人600元以下罚款。那是讲造成车祸，恐惊对抗追究责任。阿宏赶去路边，因为差一点啊害人车祸，差点出车祸，吓死人。屏东德昌乡大学路边的鸭场，则是透早大门锁的，内底会使看到真侪鸭仔当地受罪。民众昨日暗时看到将近30只的鸭仔走去路中央，意思就是对鸭场走出去的。无在条线嘛，无在条线嘛，线的设施，本来就会影响啊，那是车咧走的路，那是鸭咧走。当地附近有工厂，阁有农地，来往车速真紧。鸭若是伫路林乌白走，就惊有民众为着闪鸭颠倒出车祸。依照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84条规定，输送或牵系禽畜宠物在道路奔走，妨害交通者，处所有人或行为人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。台湾常常有放养的牛、羊、鸡啊，还是猫啊、狗啊，走去路林造成车祸的案件，警方提醒主人要尽到管理责任。啊，若无接罚单事小，若造成车祸，恐惊要面临过失伤害的刑责追究。记者陈环武、柯正准、屏东报道。